先把那个清理放下去。你来啊，我烟香。你再跟我量。哎呦，我们先把它煸香了。我们今天要做虾松啊，那个青云虾松。啊，对啊，虾松没有虾。对，鱼松能啊。大鱼吗？啊，真心的上班。虾高啊，虾高啊，虾松。对，就不一样的口感。它那个是苹果，这是苹果。苹果等一下就是没有煮，它等一下就是起来拌而已。对啊，你是他偶像哎，真的吗？上次问你，上次有没有？上次来，然后问你之后，他就那你就稍微把它煮一下。因为我们就不要浪费了。对。阿青云他本身有限度，所以我们也不需要量太多。那红就是红椒、黄椒，它就会甜味，对啊，就把它煸香。这青云是还有切成，安家做的菜哦，其实是好吃，是色香味全，连颜色啊，色香味全，对，全部最简单。它主要的话，我是觉得一锅子也很好，它可以衬托出很多食物的一个原味。好，那我就稍微把它煸香之后，就让它这些东西我就让它下去。黄椒、红椒，然后甚至这个菜，你就一起让它下去。啊，苹果，苹果起来的时候再和一和，这样子就好了。对啊，然后我们就当一样，然后我们这个就是当别的部分，我们就是啊，然后就是都不用那个，因为本身它植物就有甜味。它这个红黄椒呢，它其实它是可以生吃的，就这样翻一下。我们家庭和谐，老人照顾跟家庭和谐。对啊。我的传统工作啊，我传统工作家庭管理师，家庭管理兼儿童心理辅导。那如果可能再过一阵子，可能还有那个老人照顾。对，老人照顾还有安养。你看我们的事业面做多广，简称家庭主妇。好，我的颜色都鲜艳的呢。对啊，啊你看跟鱼啊，因为青鱼它本身就会咸，就有咸。所以我就没有再特别调很多的盐巴。好，其实它这样已经熟了，鱼熟了，基本上这些菜用它的那个温度余温就差不多了。好，有没有大盘子？大盘子，哎，好了。好，那我就熄火。好，那熄火之后，因为苹果我就把它放下去，稍微拌一下而已。超健康，好，哇，超健康的不？对啊，一出厂的时候颜色有那个冰，因为一张要有红烧肉，所以你要用杯，哎，对啊，不是因为等一下要包那个菜的啦，对，它是青鱼，哎，有帮你把刺去掉了啦，大的，这个呢，够大，是，哎呀，一
这是一个，那我等一下再用那个蚂蚁上树，然后我是用青鱼。你好。就麻烦。我看到就其他的。那、啊、你等一下再麻烦一下，那、啊、等一下他会很。我想讲，我直接就手工艺做了。咸度应该够了，因为青鱼本身会咸。然后呢，我这个人都不喜欢洗锅，所以我会用这些东西再进去煮。今天没有人在线，今天来吃。验一下，下次可以再来。哎，没事，我先。对啊，要跟医生学习。